演艺圈前辈的逆袭，出道三十几年，如果出现在现在的话，他的歌艺一样是能够走红。我前辈辈，来心跳醉，随我音乐玲珑飞。你如果跟我们同年纪的话，是就没有罗志祥挑战当红偶像。挑战的是谁？萧亚轩。是由。又这把脸，我来讲。是阿莲，这是包哥，包哥不会讲话，这是我们的前辈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三个人加起来都快200岁了。喂，200岁。性感女神换前辈座。一起来欢迎这里面这位辣妹巨星出场。哎呀，熊海林小姐正不正？正。有没有看到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的这个痕迹？对呀，人家是长腿姐姐。是不是？刚刚看过他们两位的表演，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？我跟你讲，从来没有看过我们这些资深艺人啊，超过30年以上的上节目这么紧张的。哦，是吗？是。因为要学年轻人的歌，哦，然后又要跳他们的舞蹈，真的超紧张。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歌很奇怪。对，为什么？像念经一样。念经，然后你它没有逻辑，字数很多，无逻辑。对对对。以前我们的老歌它是有故事的，有逻辑的，对不对？现在的新人的，但以前那个歌词哦，那老歌有故事，就像路边一棵，对，榕树下。然后是我怀念的地方，都是一个故事。最可怕的是有一首歌啊，我永远都会拿出来讲，叫做《安娜》。哦，对，爱的世界，爱的世界，我们相遇。我没有介绍自己，要你猜猜我的名字。你说这颗是一个哪里？没有看到。有故事啊，后面才会有小姐，小姐，这是我的明天。那是我的歌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新歌真的很，歌词超级难背啊。他以前人家在做秀的时候，一天要赶的，听说很多场啊。以前台北下午2场，赶西门町1场，再赶东门町1场。哎呦，抢什么场？有东门町这个东西哦，有吗？东门市场我知道。没有，为了要表示自己跑很多场，我自己加个东门町。那请问有西门町以外还有东门町、啊、北门町、南门町，他自己讲完他很心虚的，而且还带大麦丁过去。那个时候我这个秀场真的很多，然后他们一天作秀下来，身怀巨款。哎呦，真的是真的，都拿现金的。他一天作秀下来，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现金。哎呦，对，真的就唱完领钱，唱完领钱。一个礼拜一上档嘛，然后礼拜天全部拿现金。哎呦，听说有一台保全车跟着你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而且超车啊。以前呢，真的是有那个秀场那个年代，钱真好赚。哦，他们经常是啊，一档秀下来赚20-30万。哇塞，那时候20-30万。当时呢，房子忠孝东路4段呢、啊，1平大概20000多，这么便宜，对，现在破亿嘞，是，所以你看，对呀，你们那个时代比较好啊，我们这个时代有些很红啊，哦，红翻了、啊，大家好喜欢啊，女神男神这样子，哎，几根出了没啊，出去骑摩托车啊，像他只能买到和我只有钱买和平东路7段那边，七段啊，七段啊，6张米啊，7段是公墓，不要乱讲，公墓啊。好，我先买一个放了，先买个塔位，以后方便了。我今天也一样要挑战一位，刚刚挑战那个罗志祥。罗志祥，这边是挑战谢金燕。你要挑战的是谁？我要挑战的是萧亚轩。厉害了！我告诉你，萧亚轩每一集都有在看我们的节目，又在看的。而且台湾是讲北有萧亚轩，南有谢金燕。哎呦，他们当时在抢歌抢的厉害，就是这一首《爱的主打歌》。哦，谢金燕本来要唱。对，不过刚刚你在《爱的主打歌》，你刚唱那个叫《爱的鸡毛》嘛，《爱的羽毛》。所以当时那一首《鸡的羽毛》啊，是非常走红的。非常爱的羽毛。今天就来这一首《爱的主打歌》。OK， 等是要让萧亚轩看看咱们这一把宝刀是什么，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让小轩看看
熊姐也是可以的啦。是哦，厉害厉害，来，一起来欣赏《爱的主打歌》。入行35年的钟海玲，以完美比例的美腿纵横秀场，堪称当年美腿女神。天哪，这是20几年前的熊海玲吗？跟现在相比，完全一样漂亮。清秀的外形跟完美的长腿，征战各大秀场。然而，这次挑战的是萧亚轩的金字招牌舞曲《爱的主打歌》。这首歌有着 house 舞曲元素以及半音转折，熊海玲的秀场唱腔能否挑战成功呢？厉害哦，爱的出大歌哦，惨叫声，那你们的意思是说他都是塑化剂吗？不然他都是塑化剂啊。怎么样怎么样怎样，来包大哥。我是觉得，我觉得海玲姐真的还是真的很厉害。对，因为这首歌本身字句多黏啊，节奏多快啊。不是不是，脸不红气不喘的。其实字没有很黏，是你们习惯要推尾音出来。对，没有他，尤其那个这个歌整个唱我都没意见，是，但那个散不去那里，你干嘛要转个音呢？散不去也有好情绪，散不去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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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有突破，比你好，对，比我好，那不见得。他们这个就是不能挑一样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哈，熊一定要让他唱这种歌，因为他的《爱的羽毛》已经唱了30几年了，对，所以他已经快要得老人痴呆症了。蛙姐讲对了，不是跑跑跑被唱那么久，哦，《爱的羽毛》更久。唱到现在快没毛了，你就知道唱了。爱的掉一撮，每唱一次掉一撮。你一定要让他哈动动脑筋，背背词儿。对，因为像他也是一条那个歌一唱都唱30几年，他也是快得帕金森症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这些歌啊，真的对人资深艺人有很大的帮助。对对对，动动脑筋。而且呢，我发现我的老人痴呆症快好了。真的会啊，因为又要记歌词，然后又要记舞步，还有什么？
这样子，这样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哇哇哇，对对呀，还有哇哇，对不对 ？OK 啊，哇哇哇哇哇，你这个好像在做早操一样，那耳环还勾住，勾住，等一下，对啊。但我觉得熊姐很适合穿这个颜色，哎，哎，对对，祖玛绿啊，祖玛绿，很好看，祖玛绿，祖玛绿，祖玛绿。各位。同学是是是是看一下熊姐的身材，来，看一下很大，身高又高又白，脸又翘，看到没？来，熊姐，从你这边先来看看，好吧？今天有没有挑战成功？请举牌，来，我要看看一下。好，好，全数通过，全数通过了，厉害的！来，阿莲，阿莲，阿莲，讲出一朵花来。说真的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熊姐这把年纪还那么会摇。又这把年纪，你什么年纪？什么这把年纪？机关枪。我来讲，不是阿莲，这是包哥来了，不会讲话，阿莲你要讲，熊姐这把泥土，不是阿莲这把设计，你到几个？刚刚你也学我，现在你也学他，你到底要几个？这个刚刚熊姐真的太诱人，所以我一时看得忘记，怎么都忘记怎么讲。阿莲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一直盯着熊姐的屁股在摇晃。哎呀，好有啊！熊姐的屁股已经带着我去掉一圈小管子了。他们三位是我们的前辈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三个人加起来都快两百岁了。喂，讲什么话？谁啊你？你把我拖得太远了。是是是，哎，潘姐潘姐潘，我讲快要而已。我只不过1968年生的，对不对？哇，蛙姐，你好敢讲，好有趣哦！对对对，看四个老前辈斗嘴，好好玩。宪哥，但是这边有一个人举叉，哎，哦，来来，有，了解一下，你讲一下，你讲。我觉得许纯美，我戴眼镜的关系是许纯美，许纯美，你想说什么？学好，安顿。我戴墨镜的关系是因为它真的很闪亮，像颗钻石。那为什么？在海玲姐身上，我看到一句话，你要好好的讲，我告诉你，好好讲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好好讲。钻石很久远，一颗永流。可是有一些小丁点的建议，就是那个上半身是完全 OK， 可是下半身吗？你的鞋子，你的有点小小的老气，因为 Elva 不会穿这种鞋子。因为说什么？在外面，熊姐，在外面大家都知道，天哪，在外面大家都知道我是 Elva 的妹妹。萧亚轩的妹妹萧亚娟，潇洒不吧？不过今天还是受到大家肯定。今天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挑战，我也希望以后还是能够对继续来参加。就是要这样，我们要尝试新鲜的东西。这个我们会整个演艺事业就活络起来了嘛？真的，有没有？好，加油了，好吧？再次热情掌声鼓励一下！一起来看看后面是谁。来，大家好。哎呦，嚯，这个中。中田很有力量，中气十足。丹田哈，丹田呐，跟这个哈中间这一块啊，请问出道几年了？啊，差一年就40年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差一年，你看，但是人家江湖的称号是，应该要讲说是玉女的鼻祖吧。鼻祖，台湾第一代的玉女歌手，台湾第一代玉女歌手，哎呦哇！观众朋友，今天这一期真的太值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一起来听听她成名曲，《剪歌梦中情人》。一起来听听她成名曲，来呀来，来呀就要长相守，长相守。哎呦，来来歌哎，走呀走，来来来，你来，总有相逢的时候，来。不是，是你唱的，是的，原唱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，好正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小时候真的爱上过她，真的假的？看那个海报啊，哇，太正了，我的妈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而且以前还没什么 PS， 以前没有什么修图，完全没有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神器，以前也没什么整形，都没有。有没有看到？哇塞，就这样拍，直接拍哎！这个不是潘玮柔吗？是以前现在所谓的宅男女神第一代，对，张锦兰厉害了，一起来欢迎里面这位前辈出场。
当主 key 很痛苦了吧？哇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包姐 ，Hello， 哎呀，震得不得了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我，看你走下来，马上扑过来想要访问你。有没有？是吗？欸、是我没有啊，你的眼神在后面啊。旁弟，旁边这几位对我来讲是过眼云烟。我是吗？看到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啊，我不知道这歌是你唱的呢。不知道吗？天凉好个秋，真好听呢。是吗？哎呦，现在他在摸你。对呀、啊，不是，因为我发现他看到我后面这四个正妹以后啊，你看连这个地方都已经对话了，真的是天凉好个秋，整个精神上没有办法集中。对呀、啊。天凉起毛球，对呀、啊。那讲真心话，你还比他们三位资深吗？资深？谁？这个我要讲一下，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我进到演艺圈是包姐带我进去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因为当时我才十五六岁，然后包姐那时候非常的红。哇，年纪那么小你就处理了？没有，这个是潜规则。他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包姐她是。包弟弟，你想走红吗？没有。包姐姐带你那个时候我就养小狼狗了。没有了。那包姐她真的对新人很熟，因为她自己也是新人起来的。对。对，所以我被她介绍到某一个西餐厅去开始唱歌，哎、我就被发掘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是她自己要有自己要谢谢包姐姐本事了。没有没有，你是一个有度量的人，愿意分享。是。对，我们刚看到你那个年轻时候那个度量，好漂亮，四十年前有了。有差不多有39超漂亮的。哎呦，你知道我看到之后我就马上觉得很想娶张景来的。为什么？真的包姐差太多了。张景来，对，就是说就是他 even 就是到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。你来啊，这很特别，又带来这四位辣妹。哇，真的看到他们啊，我突然间就不太会访问啊。是吗？只想赶快匆匆了事。你怎么这样子？不是应该讲说要很想要看他们的表演，对，对不对？没有跟他们一起表演，整个火起来了。对啊，我也希望啦。我想说哈，我来这个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，哦、对不对？是是。所以说呢，我想说现在如果说那个时候有网络的话，我想我也可以成为所谓的宅、哦、宅男女神，对对对对对，绝对。所以今天我想要。来试试看。你已经不是女神可以形容了，真的耶！你这属于妈祖级的，喂，宅男妈祖，所有的女神。就是，你今天多礼貌哈，怎么可以对我们姐姐这样？哎，女神只是神，妈祖是众神之神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地位崇高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是要模仿谁，但是你请这三，我感觉好像那个阿公点。对辣妹去，对啊，现在的宅男女神不都这个样吗？对，是这个样子，对呀，小露肩膀，什么是阿公肩膀？小露肩膀啊。所以你看，讲到这个宅男女神，嘿，我们大概知道你想挑战谁了。哦，现在这么厉害，应该是知道的，是吗？说，张景南吗？不是，不是哦，张景南还没有发唱片，还没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快了，好，那下次我就模仿他。哎呦，该不会是安心雅吧？哎，不会吧？哎呦，答对了。不过我们讲说，就像那个我们的祖母绿姐姐一样，你知道，真的好难学哦。那歌真的吗？对啊，好难学，好难学哦。这他的歌是《爱的呼呼》哎。哎，呼呼，我就呼呼，呼呼呼。包振芳刚入行时清新脱俗，充满灵气，从日本红回台湾。是的，你绝对没有看错，这位气质大美女就是包振芳年轻的时候。而今天她将来个史无前例突破大挑战。没错，就是性感女神安心雅。光是两人年龄就相差25岁啦，包振芳要如何诠释呼呼的性感妩媚呢？舞者太护，哎呦，答对了。不过我们讲说，就像那个我们的祖母绿姐姐一样，你知道，真的好难学哦。那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好难学，好难学哦。他的歌是《爱的呼呼》哎，哎，呼呼，我就呼呼你，呼呼呼。包振芳刚入行时清新脱俗，充满灵气，从日本红回台湾。包振芳小姐挑战安心雅，呼呼。只是说三七十岁我才哎呦
哟。只要愿意尝试，都算是一种成绩。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，我还要去做那个，我觉得实在是有点。不会，不会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可爱哦！刚边看边感动。高追呢？包大哥，好心虚啊！感动哎，有没有？好心虚啊！不是，我看到包姐这样，其实真就回到她当年。对，有吗？她的个性非常直率，她从来不做作。但是她刚才那个表现，真的就很有当年那种风格。对对对，有眼睛以前那个。当年很甜美，很青春，对，是。尤其看导播镜头带的真的漂亮，来，整个感觉，来，竹姐，竹姐。我觉得像那个包振芳以前跟我华视是一起的嘛，对对对对。那时候我不但唱歌在歌林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中医唱片，对，她真的是第一代的玉女啊。哎呦。然后现在，而且她演技又中医唱片在敦化南路嘛，对对对。下面那都有一家叫什么毕富义。那个喝咖啡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振芳呢？现在刚刚那首歌，我觉得很有那个少女的味道。谢谢。没有啦，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像什么都对，就是衣服不对。没有。因为我讲，我说句实在话了，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年轻的偶像啊，穿着太奇怪，他们的穿着都是这样。像以前其实香蛙真的是，我们这样凭良心讲，还真的算是第一代，比我还要前辈的这个玉女。只是因为那个年代，现在已经被玉女了。那个年代是比较流行所谓的这种亮片式的羽毛装。那我讲的说我们的是鼻祖，是因为从我这个时候开始。我坚持说我上电视唱歌的时候一定要穿的就是这种平常的衣服哦，不要再亮片，对，不要再亮片，你看那个会觉得很熟，那个时候我曾经我们也是觉得那个很熟，对，时代不一样，六六，来看这年轻朋友他们怎么看你，小朋友你们受到什么惊吓是吧，来麦基，来，我觉得冲击实在是太大了，就跟他的成名曲，然后在刚刚跳舞，我觉得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来，你出来给他看一下腹肌。他人工的，印象派，人工的，来看一下。人工哇，这有什么好看？哎，为什么看起来脏脏的哈？你不会告诉我？你是不是身心？淤青还没有淡掉，还没。对，还一直淡不掉，已经半年了。他来我们节目里面主要功能就是秀他的腹肌，人工腹肌。我们现在只知道女生要隆乳，对，不知道男生要隆肌。要有，我也有。我们第一次听到。来，小赖，我觉得这个表演非常感动，很像安心雅的妈妈来唱安心雅的歌啊！哦，屁桃，你会不会讲话？屁桃没有，来 ，OK 的，我讲中肯一点的，我觉得我就一个观众还有年轻人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圆梦计划，很像母亲节特辑的妈妈来圆梦。圆梦计划，圆梦计划，我讲的很好。No，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？活到老学到老。对。其实不要认为说自己年纪大了，我觉得我常常听到我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讲说：“哎呦，我不要这个年纪了，不要了。”错。其实呢，什么都可以的，只要你敢尝试。有没有看到？要懂得催眠自己。对。哦。催眠。哎，这个位跟他们丢。哎，来。我觉得包姐今天带的 dancer 是全部里面最棒的。哦，是在看 dancer 吗？你没礼貌，享有。是 dancer 吗？你在看 dancer 还看包姐？你的眼光搞错了吗？学坏了。人家这个都是专业的，来，现在举牌了，3、2、1，请举牌。哦，打叉叉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包姐唱得很好，她实力真的很好。我觉得她今天就是穿太多了，而且她 dancer 真的是太辣，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唯一的一个，包姐包太多了。但是我觉得包姐很好，因为真正的女生是不需要暴露，不需要露出什么身材，就可以让大家觉得她是最正的。哦，老恭维。我们可不这样认为哈。对，看起来多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对不对？起立。没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来，你要跟 dancer 要互相配合啦。是。你们还有一套吗？
换衣服，要不要再录一次？你就穿这一套出来。不用了，等一下我们两个交换一下就好了。我穿他那一套，他穿我这一套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等一下交换一下。不过我是觉得哈，主菜包正方今天这样也是很穿的年轻，可是跟舞蹈还是有一点不搭。对，是要搭配一点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们会穿的这么辣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心机一开始。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再帮你准备，好不好 ？OK OK。跟他们穿一样的，哇，那出来就不吓死了，好不好？再一次谢谢他们。今天几位前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他们是最。